户年年必来的台北绝修宫，总统今年依旧不缺席，不过这也是以总统身份的最后一次。在这里我要谢谢过去这几年大家的团结努力，让我们台湾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往年八点就来参拜，今年十一点才来，就连这拜庙行程也没过去多。毕竟总统准备走访中，多出来的时间还能去逛大卖场。今天蛮兴奋的，我很久没有逛那个超市了。大概多久？十年以上，小米总统已经超过十年没逛过，也难怪看到什么都新鲜。像是外国人来台爱买的香氛袋，总统也是首度见识到。碰上来采买的外国人，总统更是热情招呼。你好，哪里来的？非洲来，西非。哦，西非来的。哦，欢迎欢迎。不过总统做外交之余，别忘了自己要采买的东西。看看有没有葱油饼之类的。葱油。我喜欢吃葱油饼。哎呦，馒头哎，你有没有什么介绍馒头好吃的馒头？馒头有，你是喜欢吃馒头的？我是喜欢吃淀粉类的。还有三色豆，不能忘。这过年粮草已备好，今年的年夜饭也有位老朋友萧美琴来团圆。瞧瞧两人手中的冷盘，有香肠、乌鱼子跟干贝。萧美琴也在 IG 晒出自拍照，谢谢小英总统邀请我一起吃年夜饭。只是饭桌上，不知萧美琴有无向总统讨教发福袋的 paper。新年快乐！初一上宫，萧美琴回彰化祖厝，虽还没上任，但已经见其中。TVBS 新闻，邱婉柔、陈志忠、江明翰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